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。素食好主意，每位有创意歌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。根据许多素食餐厅老板指出啊，前来享用素食的客人啊，往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。那保持青春美丽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多吃蔬菜水果。其实只要经常吃素食的人啊，精神血气都非常的饱满，身体充满了活力，那自然就显得年轻光彩。那今天要教大家什么美味的素食料理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下面精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还是要为各位介绍的另一道美食叫做昆布，昆布栗子炖饭。来，我们介绍一下食材有哪些呢？看这里，这个是再来米，我们用五谷米什么都可以哈，就是米。然后这个是栗子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海带，也就是昆布哈。红萝卜、红喜菇、苹果，还有这个是青豆仁，好，那个是 parsley， 老姜。这昆布这个是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先看这里就可以了。OK。这些配料呢在哪里呢？调味料在这里，胡椒粉、盐、黑胡椒粒、橄榄油，那就 OK 了，都会做炖饭非常的好吃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嗨，阿弥陀佛，嘉哥师姐阿弥陀佛，很高兴又来了。嗨，对，我们这次也做得很不一样哦。对，我们今天做的是炖饭，炖饭，而且营养看起来很好。对，那我们的食材是用比较新鲜的苹果啊，还有那个苹果，还有昆布，昆布，还有老姜，老姜。我们这三样先去熬高汤，好。那我们先把姜，好，姜切几片，好，去熬高汤就很方便，把它切一切，哈。对对对，哎，其实刚刚熬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一小包一小包打包起来，也可以呀，什么就可以放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苹果连皮，因为我们是要它的那个高汤，全部都把它放进去，好。OK， 好，放好了。我想想，家里吃不完的苹果哈，不用切了啊，来，家里吃不完的苹果就该摘来切切来，因为放太久不好吃，但是熬汤是很好的。对啊，因为它会先，我们直接就先熬汤，切那么大块。对，要这么大块，切这么大块哈。我们可以看你的人数，你可以两颗，也可以一颗，好，我们一颗就好了。今天就放这样一颗就好。好，然后我们用昆布，昆布哈，先没办法，它很健康哈。然后我们把它剪成条状哈，去放在汤里面一起煮。一样是把它放下去煮。好，对。那我们煮好的昆布可以拿来做饭，直接做饭做汤应该都可以，做火锅汤底也可以，因为那昆布对，
所以讲，你呐较认真一些哈，厝的人拢福气啦，食着这健康的物件啦哈。好，啊，小心哦，很烫哦，先把它拿起来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昆布酱的量也够了，够酱够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用米，但是米是直接去炒橄榄油，那米会比较慢，比较慢，所以我们就今天用饭，五谷饭做好的饭，你白饭、五谷饭、什么照明饭都可以。好，来看你方便都可以。那我们要有颜色，我们先把一样红萝卜，红萝卜一样把它切那个小丁丁，跟这些丁差不多类似一样哈，对对，因为那我们的食材很健康哈，我们先切丁哈，要炒红萝卜跟哈，再这个起来色香味会俱全的，对，还不错，没办法，颜色很漂亮。现在吃素了，不只要吃的哈，要吃健康，要吃把健康带进来，对对对，这一种饭呢，老少。都可以，老人家吃很有营养，那小孩尤其是两三岁刚吃饭的，弄这样子给他吃很健康哦。对，但是你这样要做的时候，是不是饭要泡水？米要泡水，米要泡水。那你如果说你不想用米，你家里有饭就可以了，就直接可以。那我们加一些那个菇类，这个都洗好了哈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。这样子，菇类先把它炒过，它会比较香。对，好，我们加一点哈，这个高汤一样继续煮。那没关系，它煮因为熬高汤要时间很长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准备一碗哈，那个煮好的高汤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橄榄油哈，因为有饭，我们就橄榄油放了2匙，然后先去炒，把这些带进来一起炒。对，炒进来。让它可以把香气带出来以后再把因为我这个栗子已经有处理过熟了，已经是买干的泡水把它里面有一层的黑黑的把它拿掉，然后以后再把它清蒸，已经蒸熟了，对，不然时间会不够，然后蒸熟就很方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炒香。那这个高汤一样是，一样给它去熬。我们这边有熬好的，但是要熬给大家看，高汤就是这么熬的。对，那高汤熬的是熬好的时候是把苹果捞掉，对不对？苹果捞掉，海带它那个昆布可以直接加在饭里面，对，蛮好吃的。那姜片也捞掉，姜片我们也不用，只要汤跟那个昆布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只要在家里有那种比较久没有吃完的苹果来，对，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盐去炒，它会更香。对，它会把它味道带出来。这个饭呢这么多哈，然后我们盐巴也要够哈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一锅的高汤不加任何的调味，所以我们那个盐巴要多先带一点点先炒，等一下饭下去不够，我们再加一点盐巴。你看有盐巴下去炒，它非常的香，对，它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啊，炖饭，炖饭老人家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把食材栗子也可以放下去了。栗子整颗是比较漂亮。那如果背后比较好压嘞，可以把它切板。那我是觉得整颗看起来圆圆满满的，其实正做的话，把它加下去也可以做栗子粥喽。也可以哦，我看起来很好吃哦。你的高汤非常好。对对对。那因为有些炖饭就是我们用橄榄油代替啊，什么都非常的健康。对，好。这样子有香，那红萝卜有了有软度的哈，已经有软度，我们就可以把昆布放下去。昆布放下去，这个是煮过捞起来的昆布，这是煮过。然后我们也可以，我们有先煮好的高汤，来，因为煮这个高汤要一个小时，所以来我们煮好的高汤，这个煮起来就是这个，然后我们高汤放进去。看你的量哈，我们那个饭呢，我们饭如果量饭很多的话，你的汤就要多一点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这个饭全部把它放下去，剩很多。好，来，然后我们让它有盖子的话，就让它收
慢慢的收汁就炖嘛，做到炖的动作就是慢慢的炖，慢慢的炖啊哈。生米是可以像刚才这样子用炒的，生米啊，那饭的就它已经帮你做好了。哦、但生米一定要泡水，你要直接去炒，一定要泡，要泡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然后再来炒香，炒香以后你就把食材这样子放进去，然后它就很健康，这个炖饭不错。你喜欢那个软一点的，你高汤就加多一点，当时我们把它煮软一点，煮软一点好了，因为这个平底锅不是很，不是很好煮，对，好，这个就是炖饭。嗯、要起锅的时候、我们加一点那个黑胡椒，黑胡椒、然后加少许的胡椒、然后我们再带绿色的、少许就好了、我们尽量吃原汁原味，调味只是带而已，把它的那个、原味稍微、让一点有一点味道，对，好来，这个一定要把那个饭收汁，对，它的汤汁要收到干，对，它很快就干了，对，这种锅子很快就干，那很好用，家是用那种底下有一点尖的锅子，可能比较好用，那颜色很漂亮，就全部带进去，好，因为这个豆仁已经是熟的，熟的。你买回来先穿烫一下，就不用，也可以放在那个汤里面哈。这个苹果的汤里面穿烫一下，这样子所有的调味都有的，都是原汁原味的。好，这个差不多已经干了。好，那我们干了以后就把它放在这个盘子里面。好，哦，很漂亮哦，漂亮啊！哎，对，把那个青豆仁放在上面会很漂亮。它有海带的香气，还有栗子的香气，对对对，真的很棒，这个是最健康的炖饭啊，又很简单，用换下去，用米是比较慢一点，换比较快啦，很快，但是没有泡过的话炒起来，那我们今天带的米哈是一个比较健康的，不是白米。那你如果喜欢吃白米的话，用白米，你也可以用白米做。那我们现在就带着比较健康的做法，来把它整理一下，把漂亮的，对，青色的，把它摆上来。好 ，OK 了，对，可以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一碗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炖饭，炖饭，对我一定要做，请大家一起做做看吧，谢谢。昆布栗子炖饭，食材：米、栗子、蒸熟昆布、红萝卜、红喜菇、苹果、青豆仁、巴西里、老姜。调味料：胡椒粉、盐、黑胡椒粒、橄榄油。做法：一、切姜片、苹果切块去籽，和切几片昆布下锅熬煮一小时。二、米直接煮熟备用，红萝卜和红喜菇切丁备用。三、起油锅放入红萝卜、红喜菇和少许的盐炒香，再放入栗子、煮过的昆布和高汤，最后再放入米饭一起拌炒。四、加少许黑胡椒粒、胡椒粉调味，最后再放入青豆仁，炒至收汁即完成。大家好，再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也是大家没有吃过，好，很特殊，叫做豆腐焗烤时蔬。
哦，这个当然，但是菊卡是没有气质的哦，所以看看吧，看这里食材有哪些，看这里，主角在这豆腐、松子、雪莲子，还有这个坚果，好，茄子、青花菜，那个啊红姜，还有这个帕西里，帕西里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些就是今天的主题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啊，橄榄油、盐、黑胡椒粒、豆奶。豆浆，也就是豆浆，这样做起来的食啊、烤的食物非常的好吃。大家好，大家很好，三位好，我们啊，这一道啊，我觉得我很想知道这做起来是什么样子呢？哦，这个是很健康的。对哦，款就肯工就好几款啊，所以请你赶快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做这个也是焗烤，但是焗烤我们就很健康的，不加气体。好，我们先用茄子，好，茄子一条就够了，对，红姜，然后我们先来。把它切片，切片，不要切太厚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先用那个橄榄油，先把它炒一下下，让它软化，这样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好。还有，再来，就是我们用甜椒，红甜椒，它蛮甜的，这个做起来哈，颜色才又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有红色，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又好吃。对，好，我们把它差不多了，带到颜色够，好，我们一样是滚刀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哈，好，这个都非常，这道菜都非常健康的东西。然后我们花椰菜啊，我们今天先把它已经，把它切好了，对。那花椰菜也是一样的，把它弄好，那三个颜色呈现起来很漂亮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起油锅，然后我们再炒一些橄榄油，橄榄油我们是要焗烤，所以我们这些食材差不多一匙的油就够了。好的，一匙的油就够了哈。对，我带的都是比较少油少盐，对，调味比较少。好，这个全部可以一起放了。可以，因为橄榄油也不一定都一定要很热很热高温，当然是不高温是最好。然后我们就先把它炒一炒，炒软。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利用它在炒的时候，我们来打一些。把所有的坚果全部打下去，这样子，要这么多？对，可以看你的量，我们的量做一盘而已，那不用就好，不用全部加，可以不用全部加。把果汁拿过来，好，我们先把移给位置，来，坚果来打坚果哈，我们先把这个。要这么多吗？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，我们先用一半哈。一切要多少的嘛？随便给你衡量。对，都可以。你想吃坚果多一点，你就放多一点。那我们是买那个豆浆、豆奶，所以你有机的，蛮好喝的哈。因为我们把它做基底哈。那我们今天是要用两个层面，一个第一层烤，第二层不烤，所以我们量要够。没有用完可以。好。那我们是加有机的豆腐，好，有机的豆腐，我们这样大豆蛋白都够，好，这样打，好，这个叫做煎雪莲子，对，这个很方便，把它炒一下，对，这个你要有口感，可以直接加，那你要打成碎的话，那我们打这个不一定要打得很泥，所以我们少许加一点，那少许加一点。这味道非常丰富，比较丰富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炒一炒，然后加一些海盐，把它带进来，一匙就够了。那加一些那个黑胡椒粒，黑胡椒粒，这样少许的，有的味道，那现在在先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去烤，它会本身
不能再加水，因为现在这边有水，这边有豆浆的水。好、哦哦，那现在这边都炒香了，嗯，好、哦，我们就来先打这个啊、哦，因为这个很好、啊，全部都很快就熟了，等一下再烤的时候它就熟了。嗯、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先把它关火，好、哦哦，那我们先来打这个，好，打好、嗯、来用这个装起来，哎，好好、哦，那我们不加水。因为我们直接要 用豆浆，对，好、嗯，那我们就直接打，嗯，嗯哦，光喝这个就很营养，很健康的，光喝这个哈，这个都可以，这个非常方便哈，你可以这样就够了哈，嗯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，可以的，因为关火了哈，哎、嗯，那我们呈现盘子，好，把那个盘子拿过来。那我们盘子是要加一点橄榄油，好、嗯，让它在里面，好、嗯，才不会粘，不会粘，粘在那个盘子上面。好、嗯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带进去，好、嗯，把所有的食材带进去。它烤过很香，嗯，因为这样带来烤哈，嗯，你不能炒太久，啊，也不要太油，哈，嗯，因为这边里面都有，这样就够了，嗯，这样就够了，好。再来，我们就把它淋上去，淋上去。先把这个位置先都把它平还好，平好，看平均的分配。哎，对对，有红的，有紫的，有绿的，哎，都把它分配好，会好，很漂亮。分配好以后，我们就来淋这个，这个来，这个我们先倒在。才看得出，你看这么健康的东西，哎，非常棒。把全部捞出来，嗯嗯。哦、这非常棒，哎，很健康，哎，好。然后就是可以把，就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是做两层哈、嗯哦，第一层我们现在淋，哦、然后我们去烤，啊、哦，烤好以后，啊、哦，就直接第二次的又淋这个，因为豆腐它本身是有机的。嗯，然后之前我们有穿烫过的，哈、嗯，豆腐有穿烫过的、哦，所以豆腐跟那些坚果都是熟的，哎、哦，所以豆腐有穿了以后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烤，把它铺满满的烤，嗯，很好吃。那烤好，嗯，要层次感，烤好以后，嗯，我们这一半就是等一下光这样子吃淋上去、嗯，所以等一下我再呈现烤好的，好。好，那松子呢？松子是烤好的时候再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进烤箱。哎，师姐，很棒，烤好了，烤好了哈。但是没有烤得很焦、哦，这样比较健康。嗯、好，那我们第二层，嗯，再一样把它放进去，坚果酱、嗯。我们要有层次感，所以才会做着两层的。哦，这样子、哦，就是有这样、嗯。而且这种东西非常健康，很健康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们把它铺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个真盖起来有点神秘感呢，咱来对起上。对，然后我们再讲就咱哦，带一些松子。好，松子的话，我们就看这已经烤过了，这烤过的很健康。今天的东西都是非常有坚果的，都把它放下去了，好不好？给阿东哈，那物件东西，来，很好，好。再加一点，那我们再加一点那个巴塞里，巴塞里哈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直接吃哈、嗯嗯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，要让假的，假真光跟他做盘式奶奶，它可以吃，对对对，好像洗很干净，哎对。它洗很干净，是泡一些盐水。对，我们刚才都已经有泡过了。哦，嗯、我咋那你走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有个爱哈，有个爱干净的哈，这非常棒啊。那我们这样整个下去会有一点比较大，嗯、我们可以比较不好吃，切碎碎比较没感觉，味道那么呛哈、嗯。而且它可以把它啊分散一点。一般有的会很碎，然后我是建议说有看到一点东西哈、嗯。那有的人不吃的，他也可以直接拿掉。你如果弄得很密呀、啊、很细呀、啊你要挑的时候就挑不起来，更不好挑。好好。好好就把它撒上去，啊，哦，嗯，哦，这样真的看起来就很棒，嗯，好，豆腐烤时酥啊，对对对，坚果豆奶啊，非常棒。
豆腐焗烤时蔬，食材豆腐、松子、雪莲子、坚果、茄子、青花菜、红椒、巴西里。调味料橄榄油、盐、黑胡椒粒、豆奶。做法一：茄子切小片，红椒切条，和青花菜一起用橄榄油炒至半熟。二：依个人口味，适量加入坚果、豆奶、豆腐，少许雪莲子到果汁机中打成泥备用。三：拌炒的蔬菜用少许盐、黑胡椒粒提味，然后加一点橄榄油铺在烤盘上，把炒好的食材放上去。四：淋上一半的坚果泥后，放烤箱烤15分钟，最后再淋上另一半坚果泥，撒上松子及巴西里即完成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！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，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聚花月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恶行成100万兆倍。慈悲之夜，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梁皇宝忏圆满日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正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日期6月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06-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